好，洗。那我要干嘛？我要拿椅子。水呢？靠这么近啊！对。哎呦喂！帮我扶这个杯子。这样，拿我的杯子好了。我要开始用我的新杯子。大家晚安。耶、yeah ！这是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叔叔送的生日礼物。他珍藏了20年的去西雅图买的杯子。你想要高恩爵的？你来我的台第一件事情是问高恩爵，这样合不合理啊？在这里啊，在这里。球衣吗？机，我晚点开。对，帮我开。帮我。哈？我打不开啊。你要扶着、啊。我要进行一个开大桶水的动作。手好痛，你转，你看你转。我要穿这个，这是什么？2021成功礼。傻眼，傻眼，而且还不是，是不是不是你去跑的？那不是、啊。他这里没开播、啊，我知道他这里没开播啊。哇哈！谢谢 QQ 男子送我看好你哦，尊尊友善包哦。因为我很友善吧。你是吸猫？对。今天我还被黑猫蹭了，我天哪！救命！好开心哦！羡慕啊！我要穿上我的睡裤。天哪！哇哈！哇哈！心情真好，摸到黑猫还被蹭。有人去学校附近的一间猫咪咖啡厅，然后就有很多猫咪嘛，然后大部分的猫咪都不会理人，除非你手上有食物，都很胖。对，猫咪咖啡厅的猫不都长这样吗？然后就那只黑猫没有那么胖，然后。跟用逗猫棒跟他玩好像也不太会搭理，他眼睛好像有点问题，很斗鸡也长得很奇怪。然后我就走过去摸他几下，他摸上他的额头，这样上他的头顶几下，他就很舒服，闭上眼睛，然后再摸他几下，这样摸摸摸摸摸摸摸，他就转头过来蹭，用力蹭我的脚，然后走过去之后再来蹭我一次，哦，好开心哦，真是。好开心哦！虎斑猫啊，什么那些三花猫不理我就算了，没关系，我有黑猫，黑猫会蹭我。小黑也会蹭你。对。小黑会蹭全世界。我是被黑猫选中的人，猫选之人。谢谢阿福送我枫叶，龙哥 ，Hello 舞蹈。补档接到补档补到兔 ，Hello， 谢谢送了土象星座 ，Hello T U， 谢谢送了钻石繁星，我、哦、看起来很酷哦，这个东西。勇哥，谢谢送了枫叶。你家那位，你家那位是谁呀？谁家的啊？不是，他今天跟我出门，我们都忘记他今天要直播了。因为平常不是这个时间，不是9点直播的。嗯、哦，谢谢 TU 送了质朴的守护灵。今天有点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流鼻水，明明今天特别热。Hello， 12月女神星安安，你家有5位，好大的胆子！你家有5位，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Hello， 季风亮，晚安。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鼻音。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看了一部动画，其实好像昨天前天就看了，只是今天跟高恩觉得再重看一次，我还没看完，叫做《奇蛋物语》。就是常常在一些网络上的影片会看到它的剪辑，然后觉得它很酷，是个蛮酷的故事，就看起来很像魔法少女小圆的感觉。而且就是很未知，就是到底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真的是不知道。但有一种就是很怕它烂尾的感觉，而且它好像不知道它完结了没了。好，是好大的心 ，OK， 好的。Hello 9696，谢谢季风亮送我枫叶。就因为你说柏林染的头发真的很好看，嗯哼，怎么了？然后呢？我是在戴小的眼镜，眼睛好酸哦。远哥家就小迪、诗雅、阿潘、子轩，你啊，怎么全部都换了一批人？怎么好像换了很多人 ？Hello， 哈刘。哦天哪，好宅哦，这个眼镜，我今天难得带他在路上走来走去，哎，真的是好宅哦，这个眼镜。9696送个枫叶，哇！今年的直播次数也在倒数了耶，我的天哪！今年也在倒数了耶，今天是15号，12月已经过一半了耶，天哪！好像我这里有没有梳子啊？梳一下我的头发，我最近好可怕，最近用不管是没有那么油的洗发精，或是用比较。没有那么干的洗发精，或是用很干的洗发精，每天吹完头发起来都超级油，油到不行，我哈，哎、欸，都很乱，很像没有吹过头发，然后后面都很扁，我真的是很苦恼。而且明明像公演那阵子，前几天上个礼拜头发很正常，可是这礼拜头发很不正常，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很多宅宅，或是那种理资工科的啊，那种跟电脑长期相处的人都会讲这样。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再刚刚就用一下电卷棒好了，帮我用电卷棒拯救我的头发。你是眼镜控啊，勇哥，大家都知道你是眼镜控。Hello， 小翔，我朋友忘记开台了，有一次真的是来我台问高恩爵的事情呢、欸。高恩爵，对啦，忘记开台了。我知道，我是要留中分没有错，但是现在应该是过渡期。上一个发型是，就是我去东眼前临时剪的头发，然后那个发型剪出来的样子像是齐刘海。然后之后是为了准备留中分的，嗯。Hello， 小翔，就小翔，你的头像是不是长得很像少女歌剧里面那只熊啊？很像耶。快放音乐。好的，刚刚觉得电脑这长度旁边比较适合，都行啊，就是这里要吹蓬一点，因为这里层次被剪得很高嘛，就是这里头发超短，看到没？这里头发超短，然后等一下，如果这里在吹头发的时候吹蓬一点的话，就不会这么额头这边的刘海就不会这么扁，对。然后我想一下。可是我昨天有这样吹啊，为什么每天都很头发失控？
铁链就送了 Pop Cat， 我现在就拿他直接去拿他的电球棒好了，反正头发再糟也就是这样子而已了。哇，啊，电球棒在哪？怎么没有电球棒？然后等他洗完，他现在去洗澡，等他洗完澡出来再用吧。有没有像傻熊的头像？像傻熊的头像，就他本人最像啊！不然你就找他，他有吉祥物吗？熊妹，好威熊。这次菊主公也没施雅，不能想象菊主公也没雨晴，没大人。啊，草主讲错了，草主公也没雨晴。为什么这次菊主公也没有施雅？哦，我也不知道哎，为什么？对啊，如果没有七七的话，感觉也是蛮酷的，蛮不像的，蛮不像 Bellflower 的。会突然间没有人讲话，谁要去拍？哦，那天有通告，哦，原来呀。好的，我要播什么音乐呢？看一下。少女歌剧好了，好久没听了。他会开啊。跑得到吗？网路不可以太勇敢了吧，这算是一种巧，这就是罢工了吧。好好奇哦，就是那天被我们抽选生日会，哎，对，要生日会了耶，生日会抽选出来那个那什么，抽到第一排跟最后一排人到底有谁？因为说真的是那时候在箱子里摸的时候，就是是品涵先抓走，我才拿剩下最后一个钱，所以说是品台算是品涵决定了前三跟后三的名次。怎么是从？哦，他没有接到。他没有接到。他的孔在哪里啊？哎呀！不给力，哼！我跟他跟哦，思雅跟思远去拍客家电视台戏剧，酷哦！我们现在是用哪个网络？我现在是用自己的，我现在是用我自己的网络，电脑现在是连到外面的。哈，可是我不敢用哎、欸，我喜欢高音爵网络开，可是高音爵手机不知道在哪里。生日会直播被集火还好吗？什么意思？被集火？哪部分？粉丝不开心了还是怎样？我不知道。什么？被集火？我都没有跟到这件事情。Hello， 晴天。晚安。Hello， 龙，那我就、哦、突然间又可以了。救命！144P 啊，144P 还没有办法拯救。好，不播了，不播了，不播都不要播，都不要听。好，为什么就这个口红明明就很重，可是为什么直播看起来这么淡呢、啊？
想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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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是不是头发往前面就会哦？就整齐了，哎呀，好吧。我这样看起来像我每天都没洗头哎、欸，我每天都要洗头哎、欸，看起来真的是很邋遢。那梳子梳，梳子梳，我现在找不到梳子。重点，刚刚觉得是也没有当梳子啊，我没有梳子啊，我梳子在大学，哈。髪切ったよね。うん、そうです。髪切った。うん。这学期粉底口红画一画就出来工作了，啊！你急什么？急什么？你们这样子，他这样子要去哪里补啊？女生宿舍没梳子，没有，这是高文觉房间没梳子，可能有啊，但我不知道在哪。他有梳子，哎、欸，他有梳子啊！他不是爱拿一个折叠小梳子在那边梳梳梳梳梳吗？梳去哪了？哦，找到了，找到了，我没有看过这个梳子哦，等一下，哈，哒哒，我记得他梳子就是长得像这样折叠的，再小只一点，然后黑色的还是白色的忘了。好，不管反正是梳子，可我梳起来就长这样啊，看起来会更油，更看起来没洗头啊。这是什么奇怪的梳子？怎么会有这梳子？这一带有，这房间的四分之三都高圆觉的东西，我迷呀、啊！我也还没有仔细翻过这个抽屉。哎呦，看到其他梳子，为什么会有这个梳子？为什么？哒啦！我的那个少女歌剧的徽章，对啊，很像乐高，很像玩具。感觉，你怎么？这是你的梳子哦？对啊。那怎么没有看过？一直都有啊。你好像很好看哦。哈？哦，我今天很邋遢。偏塌。有化妆，不是有化妆，有化口红。这个房间的东西大概有四分之三是你的东西吧？是吗？差不多。四分之二。那不就是二分之一吗？四分之一是你的。哦。好好好好好 ，OK， 可以吧，可以。没有啊，这抽屉都是你的东西。哎，我要电卷棒。没有。懂了。竟然有爸爸没看过的东西。对啊，我们一直在用。你没有啊？我有，我一直都在用，我每天都有用呢。我不会看到你梳头的时候啊。你根本就不在乎我。没有要接好，对不起。有没有接好？すみません。高圆觉发疯。对，还有前室友东西偏多哈。すみません、皆さん、我要吹头发。它掉了。塞回去。可以。啊哈。你们最喜欢吃汤圆的什么口味？芝麻花生。流沙最好吃了。不好吃。流沙我可以不小心就把整包吃完。不小心。啊！我小时候不喜欢吃汤圆，我不喜欢红豆汤，我不喜欢豆类那种沙沙的东西，然后。我只喜欢吃小汤圆，所以小汤圆都放在红豆汤里面，就觉得不喜欢汤圆。而且汤圆就会有大颗那种有馅料，我就不喜欢那种沙沙的东西，像芝麻、花生、红豆、豆类制品，除了豆腐、豆干那种以外，就不喜欢。吐吧！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吃汤圆的，就会被逼着吃啊，想说好了可以接受啊，就是一个 feel 嘛，就吃下去就对了，那就还可以接受。可是现在出了太多口味了，能挑就挑啊，就是什么吃抹茶、奶茶，然后流沙超好吃，流沙包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什么奇怪的口味都有了，好好吃哦。然后开始会挑了，还有咸汤圆，这几年越来越爱吃无限的。你是说小汤圆吗？还是就是大超大颗还没有馅？那会不会很难熟啊？小汤圆吃过炸的，然后就不喜欢它在红豆汤里。啊，炸的我还好，就是 OK 啦，是好吃。但是有一种回忆的感觉，就是幼稚园的那个甜汤啊，或是什么安静曼的。小的好吃啊，一点汤对吧？好可怕哦！然后嘞，我哪里会被烫到啊？烫的啊，这里那个里面白色那个东西，它这个会烫吗？里面这个才会烫，对。好可怕喔、哦、要怎么夹啊？刘海、嗯、好可怕喔、哦、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夹，我每个人不一样啊。我不会夹，没夹过、啊、我也不会夹你啊，没看过人家夹过、啊、有吧？你在化妆的时候就有看过啊。没有啊，被别人化妆的时候没有啊。那是齐刘海啊，流沙汤圆好吃，哇靠，超好吃！我喜欢咸蛋黄，它是咸蛋黄吧？类似的，好吃，就好好吃哦。这很奇怪。Hello 关关，好，不要不要夹起，是额头想要露出来，不舒服，很不舒服。我开始青春期了，哈。开网路，好的，嗯，还在三天 ，OK 啦，你放快，我要放音乐，还好啦，你连外面能要开最低，我已经在连了，它是不是不会动？我要直播，你还有半个小时，你现在几趴？我看看，我不要，不弄，等下不够，你就边播边冲啊，不动啊。冰块啊，不要麻烦，我想怎么选啊，就普通的选啊，没有什么讲究。我怎样知道它好了？我怎样知道它够热了？就是有感觉就可以用了、啊、我不知道他们的感觉，你就夹着看啊。好的，好烫啊，不要太烫，低温一点。擦擦擦，没有擦，算了，我头发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是哦，上面夹蓬一点。我不是好像都这样。这个头发很乱，没有意义啊，就是玩玩看啊，感觉一下、啊。
往内卷了，往外卷，那就会变得就是普通的卷发。他们是怎样啊？就是像假刘海那样子吗？那我真是很可怕呀！哇哦，差一点。这样子吗？好像没有什么差。看起来好像有变。晚餐吃了吗？还没。午餐吃的有点太饱。对，因为想吃午餐。张法就是这样说的。我明跟你一起吃的。就是我自己摸起来感觉是有变蓬一点的，但直播起来它的黑色好像都变一片，所以看起来跟昆布一样。听起来蛮好吃的，听起来是恶心，很像没洗头的人。那你不假也是、啊，我有洗头啊。那是你自己讲的呢。什么东西？昆布啊。午餐到现在很久了吧？还好吧，差不多七个小时了。哦，我们中间还有去，我还有今天有去猫咪咖啡厅，有喝点东西，喝水就饱了，晚点就会饿了。所以它小出一点假，我刚一开始有这样试，它应该会变得就是那种很日系，然后一束一束，一根一根一根的那种，不喜欢，今天不喜欢。我先把眼镜拿掉好了。哎、欸，好好笑，跟眼镜拿掉的瞬间，眼睛右眼变小颗了。帮我拿镜子吗？拿。帮我拿。又来变蓬了，我知道它怎么用了。谢谢。好像我公演好像就常被这样夹。送了红纱线，长度夹一束一束卷卷比较适合，可是我不喜欢啊，就很厚重，感觉。为什么我觉得中间的话有点短，跟这里有一，这里跟这里头的长度有点差距哈。那个已经夹过好几次，我要试试看别的啊。自己感觉头顶是有点比较舒服的感觉，就是它这里有一点点，就是我额头跟刘海中间有空隙，它不是贴在我的额头上面黏黏的那种感觉，真是很奇怪，到底为什么最近头发这么油啊，严重油哎、欸。剪完你要画眉毛吗？我考虑。
就已经播到开播了，就不会想化妆。终于懂，就是之前高中班上的，就是好像听说弄头发就弄一个小时，然后再出门上课，所以他超早起，他还没有迟到，比我还早到。他到底都在弄什么了？就是弄这些。真的很害怕碰到，碰到那个最烫的那一块。有啦，又好很多了啦，我的头顶感到非常的舒服，很通风。我的额头这里有风可以进去，这里有风可以进去。我就看那里有风可以进去，就我的额头啊。这里有点往外翘，算了，没关系，你们看不到我的头后面。好的。没关系，反正焦焦的，喂，会痛啊！我不怕变黑，我怕痛，好吗？我们班上有几个邱秉涵啊？什么意思？论肤色的话，应该是没有。论体型的，没有。哎呦，有啊。Hello 阿当，你叫阿当了耶，好酷哦。Hello 阿当，妆发超久哦，妆发，你就变妆发很久吗？我以为最久是罗瑞婷诶，就是比如说我们公演之前，然后因为我每次都跟秋萍不同休息室，我不知道。但罗瑞婷画很久，就是他每个戏，就是他可能卧蚕画超好，就是他就画一画之后，然后就会在一个地方画很久。我在座位滑手机，然后看着画卧蚕，然后出去拿便当，然后再回来就要吃个便当，那他还在画卧蚕，那个时间大概就是我已经把眼妆全部都画完的时间。本来刘海可以再夹一下，可是很可怕。哈哈，等一下是什么？这是虾米？我还有一个酱的感觉，啊，这里怎么了？这里要怎么用？这只手要怎么酱？啊，中间没用到，哈哈，哈哈。他好像头发有点太短了，他再长一点的话就会这样子的，就变成比较正常的中分。现在有点太短了，揪上去了，哈哈。如果你说20分钟后要去洗澡，真的会被念吧？不会吧？啊，真的不会吧？谁？我吗？难道不是只播20分钟？啊，不是只开播就下播？等一下还是会在。我可能开播10分钟就下班了。好啊，你敢的话你就开啊。对不起。12月直播主平台当主 key， 整个变姐姐的感觉。对啊，他那时候讲出来22时候，真的是吓到。他是要22了吧？还是要主 key 跟年纪有关系吗？就是通常吧，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哦，没有啊，我们有主 key 是瑞婷过嘞。你有猜到吗？他比较成熟，没有。啊，有啊，我就是那个第三排啊。啊，不然我跟安安哦。你呀、啊。我不行，我很爱吐槽，我很爱喷干话，但是我不行。你是主
平安也是，之前看直播还会卸掉重画，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浪费化妆品的行为？讲求完美。这个头去哪里？我应该是这样子的，结果反而变这样子了。从视觉看来，应该是正相关。然后还有谁？刘雨晴。感觉不定型，它又开始变回去了。对，没有错。点了，你说琪琪啊，没关系，我说。Hello 洛梨 ，Hello T 恤阿翔，明明是最小只的，思雅也是最小只的之一，最小只的之一啊。他真的是看起来很幼哎、就除了他讲话很认真的时段以外，看起来都年纪很小。还有谁化妆会化很久啊？麻油，麻油化妆化得很紧很重，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化久不久。我们把杰星放在哪里？杰星不算我们讨论范围。杰星不是那种年纪很大看起来，有的他年纪就很小啊。思雅，思雅，思雅，因为他通常就是讲话会遇到他的时候，就是比较震惊的时刻才会遇到他，可能就是他在 M 他在 re MC 还是在干嘛的时候，就是都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有时候可能就是练习呀，就看到他，然后就是跟大家一起或者跟老师嘻嘻哈哈的时候，就呜、看起来真的是年纪绝对不会是他现在的岁数。年纪看起来快比杰星小了，笑死！在影射什么？究竟是思雅太年轻，还是杰星太？为什么后面头发都蓬不起来？干嘛？没有。还怎么句话？因为我累，休息一下。什么鬼？你听看你现在讲是人话吗？休息一下。我觉得洗完澡就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我还要化妆。你就别化了吧，跟我一样。不是很棒吗？上面是很蓬很棒，啊，下面怎么又塌掉了？如果从外表来看，思雅是不是要往千年妖精路上去了？什么意思？也太跳脱吧！人家才25岁，怎么已经开始往千年妖精路上去了呢？今天头发就弄到这里哈，耐心到了极限。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放着。这都不要听音乐哈。
噔。哦，可以蓬得起来的，是蓬得起来的。这样子看比较正常一点，这样看有点太短了头发、啊，这样子就没了。还在努力的留。噔噔噔。妆发老师真是很厉害，怎么会弄这些东西呢？而且还要画对称化妆，对，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会画好我这边的眼线，这边就永远长得不一样。就是在 TPE 那时候，很久很久之前，就是有上过一次化妆的课，然后就问老师说，就是老师如果左右边画不对称怎么办？老师就问我说，啊，你哪边画的比较好？我说应该是左边吧。然后老师就说，那你就先画右边，然后左边就跟着右边换，这样就不会。就先画不好的那边就会比较对称的，因为不好的那边就肯定比较不会控制嘛，然后画比较上手的那边可以比较配合不好的那边，这样子。思雅不是妖精吗？为什么思雅是妖精？哪部分？我眼盒。你化妆画哪里？底妆。画底妆有屁用啊！底妆就是这个东西最盖的东西，你画底妆而已，你干脆不要画。就比全素好，遮一下瑕疵，但是也有做不到的。看似萝莉，内心婆婆，我的天哪，太严重了吧？她也是才大我六岁，难道我六年后就要变成哦？不会，我外表不是萝莉。白担心了，太快了。那我是什么？老妖？没有千年，这是个老妖。最近把旧的耳环掏出来了，这边变成戴两个环状，突然觉得两个都戴环状好帅哦。那之前都是底下是环状，上面是点状。这边就是这个我一定会戴，因为这个针最粗，我要把就是耳洞扩大一点，这样子换耳棒那个换耳环的时候比较不会痛。黑狐妖听起来像什么黑柴之类的，哦，这是很吸引黑猫哎，好开心哦。小黑很喜欢我，然后今天去咖啡猫咪咖啡厅撸的猫。黑猫还来蹭我，虎斑猫是怎样？虎斑猫是从我的脚脚跨过去，我脚这样子叠，它就硬要从踩这个缝，然后再走出去。好啊，物以类聚，怎么讲都不会是猫吧？黑吗？哈，可是小黑很可怕，路上的小黑如果冲过来，我应该会吓死。我被就是路上的狗被追，都是一些土黄色的小土，超可怕的疯狗。在我旁边有保护色，也太黑了吧！我的帽T还比较黑。Hello， 请黑腰黑在哪？是不是有人忙到没开播？怎么我吗？对啊，不然我吗？等等，快了，对，快了，晚点，哈哈，哈哈。我看一下学期。干嘛？怎么了？你电量明明有够满的哭啊！开
开播就很耗电，我等一下也要连我的网络，不就又没了？所以你要用你的网络播音乐，然后再开播，就是干死。你知道黑森老妖，其实好像有听过这个词，但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聊斋，竟然是聊斋的，不知道哎、欸，感觉就是什么大家里的大人很常会讲的东西，就是聊斋啊，或是什么金庸的、啊，就突然来个段子，来一段武侠故事，然后听不懂，但是就是会记得一些角色，黑山老妖。我也不知道黑山老妖是怎么样。对啊，突然很乱欸。哎，听好像现在是讲神魔之塔，现在好像跟那个我的英雄学院合作，他在跟一些当红的东西合作，是不是？那头哦，我知道这个头发哪来的，这个头发是我这里短的刺刺的头发长出来的啦，这个这里这个尖尖的。原来呀、啊，法妈是武侠迷啊，我是不知道他迷不迷啊，就是那时候人差不多这样啊，我爸也是啊，叔叔啊、舅舅啊，都是，就是差不多那一辈的人都是啊，妈妈，不要转，我看。看不到刚刚觉得对啊六点直播他忘了我看一下快乐天堂什么我不想吃雪饼为什么吃腻了你买了一大包对呀、Oh my God怎么样？你就吃腻了。对啊，怎么样？晚点再来吃那个面。你爸买一套一整套金庸小说还没开封怎样？收藏用是不是？收藏是很重要啊，是没有错啦。谢谢庆送的红纱线。我们家那套，我们家为什么觉得好像很多种金庸啊？就是书柜上面最上面一排就是金庸啊，那两排忘记了，反正现在应该收起来，又没有在看。就是我小时候那一套就存在，然后陪我从台北到台东这样子搬过来，所以都搬过来了。好，谢谢庆生 Kiki 做你的喵。我看过金庸，我看过《鹿鼎记》吧，好像就一本。没有看过后续了，就一本《鹿鼎》一集《鹿鼎记》还是半集，忘了。觉得那时候就不喜欢读小说啊，不喜欢看字啊，但还是会看啊，就是不会看金庸就好。有没有到文言文？就是很，可是也没有到很白话，就是那时候看白话都看白话的啊，小学的时候，觉得蛮有趣，故事会蛮有趣，会一直看下去，可是就看得很慢很累，那时候对我来说。然后就没有看。那时候我都看什么《猫战士》，《猫战士》我倒是有全套了。今天看电视剧就好了，半文言半白话，对啊，就那种感觉就很头很痛啊。电视剧就很多那个、啊，《鹿鼎记》，《鹿鼎记》，那谁，周星驰的是不是也有？很好笑。会到很痛，会啊！那时候才小学、欸，还是国中，就是最喜欢玩的时候，你要叫人去看小说，谁愿意啊？而且还是那么难的小说，我也喜欢看小说啊，就是看一些功夫美信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好玩啊，就觉得金庸好难懂了那时候啦。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但现在应该没有什么时间去读那个东西。想问我最爱哪一部的书？这个武侠小说部分，好真的是没有在我这台不会出现的。我还好、欸，我迷
我那时候虽然说迷很多那种武侠类的东西，像我那时候我有看《还珠格格》，其实《还珠格格》，但是就顶仅止于那时候。我现在还好，现在对武侠类就是哦那种感觉，没有觉得很酷还是怎么样，就那样啊。剧情如果很就是可能在那个角色发生很重大的变故的话，还是什么很重要的角色就死掉之类，我也不会太心疼，因为就是哦，抱持哦的感觉。《还珠格格》是武侠，就是有那几个飞来飞去的人啊，萧什么的，萧剑是不是？忘了，是有一些武打片段的。我没有在看那些武打片段的中式的东西，很少，非常少。充满雷电之力，这样。你刚看了平台直播是不是？你看完蜘蛛人傻眼，啊，蜘蛛人我也还好，这是漫威里面最没有兴趣的蜘蛛人，好吵。救命！我现在是在攻击很多喜欢蜘蛛人的人，你们喜欢就喜欢，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的。离家日，他说无家日。那是最有名的英雄哎。啊，钢铁人很赞啊，钢铁我其实还好，就是那种青少年英雄我就还好，就喜欢那种雷神说啦，就是很英雄的英雄。然后或者什么美国队长啊，其实一开始这些都还好，我只喜欢雷神说，就是那种魔法，就是觉得美国队长很弱啊，就是拿个盾牌武功这样子。然后很有毅力，在电影之前更没人在乎，才哦，你说漫画是不是？漫画的话，没有，我只有接触到电影，漫画只有看过，也不能说去追过，只是有看过一些片段而已。你现在有雷神力量才重点，好，我们接受这个设定，好。钢铁人美罗这样在他面前人气都是屁。没关系啊，我喜欢啊。我真的对蜘蛛人真的很无感，就觉得他好吵。Hello, Jimmy。他好吵，然后又很小孩子就很吵。那他比较有名 ，X 战警。X 战警是漫威的、哦，是哦，之前是很久以前是不是？还是嗯？我看人家还一句直播。合作是不是？惊奇四超人，惊奇四超人哦！竟然蜘蛛人跟永恒族，复仇者是因为电影才有名。我知道复仇者是因为电影才有名的，这系列比较励志。那蜘蛛人太多版本了，就是以前有看过蜘蛛人啊，他跟一只黑色的打架，忘记叫什么了。他的功夫怒。还有就是他要救他女朋友没救到那个，他跟谁打去？我也忘记了。那个我还蛮喜欢的。我还没吃晚餐，大家吃晚餐。他没有在看漫威啊，他甚至没看过半个漫威。他第一个看的漫威是《雷神索尔》，也是我逼他看的。没有按到了。其他钢铁人、蝙蝠侠都超能力，笑死，对吧？我马上出去了。啊，蝙蝠侠不是发现他有漫威的吗？Hello, 逃避版的很经典，我不知道哪个版是哪个版。没有，他在直播，我在直播，他直播。不要。Hello, Link。爆料可以，可以啊，没关系啊。我没有，我没有查。但其他人可能会有查。Sorry， 我按到，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其实。没这么多吧，那就好。Hello, 就变得很。就是搞笑搞笑的丑角那种感觉， yeah， 在复仇者联盟里面。看我。干嘛、啊？不是你啦，没有啦，我是没事。美国队长算是有剧情。还有杨雄 S， 王和幼鹰小翼，哈哈。你太无敌了。哈哈，看了好啊。布鲁斯。我也无敌啊！我没有差。秦若霜。有差的是这些人，其他人除了只看过的以外。李晨 ，Hello， 坚持 ，Hello， 飞刀，西恩。还有现在查剧情，最无情，直接去查剧情。比较 free 吧，
其实。蜘蛛人好好看。美队就酷寒战士。我没有想看啊。寒冬战士一样吧。那个谁有剧情。美队一开始是什么、啊？还有草莓酱。我忘记时间轴，就是他们先出独立电影，忘记是雷神先出还是美国队长先出。然后美国队长那时候就觉得哦很酷哎、欸，就是很我很少看英雄片。是吗？我忘了。然后就算是我接触这些漫威的东西很前期的东西，然后觉得很酷。还没十点。就是误区。Hello， 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啦。哇，好棒哦！我觉得就感觉不错，这样子。好哎、欸。还有什么、啊？像汪达，好想看那个汪达，可是我没有。Hello， 我也去。Hello， 最近很少在追。不是，这不是新。没有啥，没有啥时间。但是我比较少追。而且我没有 Disney Plus。想用 Disney Plus 追。Hello， 追圆秋。汪达与幻视。好喜欢被红牛。啊，还有那个黑寡妇。他就是个很谜团的角色，他就是个间谍、啊。可是黑寡妇把他交代清楚，就很开心。为什么要靠背你？酷寒战士就很像谍报片。Hello， 你喜欢啊？你蛮爱的，你喜欢谍报片的。Hello， 阿元 ，Hello。间谍，007那种算吗？喜欢是一个红纱线。哎，我第一次看007是在，很可爱吗？是在，我也是出国，然后有坐游轮，然后就是他的电视在播。就是有一个女的穿潜水装，然后在深海里面跟007一起，然后就是被一个深海的有人在操纵的东西，然后呢，可爱吧？弄破了潜水装，然后007要救她。我只记得这一段，其他我都忘记，他头尾什么都忘记了。舞台的右边吗？哇，我很少在那边哎。Hello， 艾莲。神鬼认证，神鬼认证是什么？好耳熟。很可爱。什么神鬼太多了啦。神鬼认证。我要看到他的那个封面图，才会知道谁演的。在吊他们胃口。大概知道。帮我拿手机。什么？这只。嗯，不然。可能是这只啊。屁啊！那没有电嘞、欸。用笔把人做掉那个啊？你是说是那个吗？我右边不少。我觉得我一直在渐渐的增加，开心的事，有啊，应该有吧，有增加吧，哈哈，哈哈 ，Hello 嘉宏手套好久不见，是吗 ？Hello 若璇，不是， Google, 是吗？带，面对观众的右边，哦，面对观众的右边，哦，那我蛮常在那的，哎，我很常在那，赞，我有一阵子一直在那，我的很多歌都在那，哦，其实我到处都有去。哦什么？哦，好，对不起。谢谢 YC 的协助乱跑。Hello 冠杰 ，Hello 奥英。有，我知道这个。不记得哇。Which one？ 谢谢，我差点讲谢。Hello 吉米周 ，Hello Andy An。啊，我没兴趣，所以感受好耶。Yeah. Hello 思涵，谢吉米周的 Pocket。哦，你说站位，我以为你说粉丝，我都蛮多的，其实除了中间。Hello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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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吉米周的心中浪宝。Hello 阿六，两人一房间没有错。Hello 一盘的葱。Hello 那个谁 ，Hello 北宫雨兰 ，Hello 八卦以上，对啊，佛法直播中，他在我后面。嗨，耶。我的彩带为什么会那样掉？对，就是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这是一个手没有受到我的控制的部分。Hello 天天 ，Hello 任静，还有什么漫威电影啊？钢铁人我好像没有看过二哎、欸，我是第一个看钢，我看钢铁人第一个是三，去电影院看的三，啊，只放我放回去。好。然后后来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行那边。为什么？因为网络很差。哦、我没有乱丢，我很认真，好不好？我丢太过去了，这样可以吗？不知道。那就试试喽。钢铁很无感，就是那觉得他不是有个皮箱吗？他丢在地上，然后就踩那个皮箱，那皮箱就开始变成他的那个钢铁装，超帅。那时候超觉得他超帅。
但是我对机械类型的东西真的是超无感，就是可能英雄联盟有那种机械风格的 Hello 大家 Hello 同的那什么造型，就是就算是我很喜欢角色我也是超无感，就是对机械类型的东西无感。杰哥不要其他声音，所以钢铁人还好，變大就这样，我就不喜欢机器人，觉得没什么兴趣。好好笑，不然那时候觉得那个变装的那个画面真的是帅爆了，有够帅。你考虑看骇客任务，骇客任务我看过啦，骇客任务有录好，但是我還是那个把当子躲子弹那个，现在要躲子弹那个吗？我还没有。可是不是说一第一集最好看，后面就还好。后面我有看过啦，但是我实在是可以，反正我会忘了好吗？是那个吗？我本来也是想说发直播的时候我要来上字幕，殊不知我今天要直播。Hello， 爱想 CQNK， Hello， 玄米 Star。漫威系列就比较爱酷寒战士那部，其他都还好。太难了吧？美队二吗？是那部是也是美国队长的吧？就是22号新人他复活。你现在是在什么时候？这算剧透吗？还是他就这样？你说 MC 吗？我应该没有，我最近没有去看电影。欸欸那個、我有其他更想看的电影都还没有去看，那我其他部应该就是不会去看的。V 是什么？法文。对啊。法文的。是美队啊、哦、那没记错，就是他的好朋友是什么曲，御家曲吗、哦、对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会错意了。他是想说他要娶我，那时候我想说还是那是美队有三吗？就是他跟黑寡妇一起逃他们 英雄内战嘛，是应该是美队三，对，就是他跟黑寡妇一起逃跑，然后我想说就他们两个看起来 CP 感很重，就是他们要不要就在一起啊？就想不到黑寡妇竟然跟浩克在一起，就是 CP 感后期在漫威里面，那不然在复仇者联盟里面，竟然哇！你接到了，把影集都看过一遍，什么影集？好开心啊！你是什么影集？有人接，旺达幻视罗辑派把三部影集看了，哪里看？我想要 Disney Plus 啊！等寒假吧，至少寒假。我知道这东西是个深坑哈，就是会非常多了。这学期快结束了，代表说考试也剩在一两次了。然后这一两次我就要把握好，因为上前几次都考的没有很好，所以我要把握好。嗯，大家晚安。不胖。What if 感觉就很好笑，就是很有趣。而且他假如记得就是他要直播，然后就说超英电影。超英电影什么？超级英雄直播比较爱看蝙蝠侠跟蜘蛛人。晚安。蝙蝠侠哦。就因为我记得。云包子在那边很难过。我高中还国中有去电影院看过一次，那是新的。已经改名成云包子了吗？就是那个演会计师的那个人演的，就因为我完全不记得名字。那看就不能爆了，好，不要看，不要爆，拜托。救命！旺达幻视我一定会看的、啊，我应该顺序会是 What If， 然后旺达幻视，然后洛基，还是有必须要有照顺序看。对啊，我戴意开心，戴意很开心。去个厕所。包子刚哭掉两包卫生纸，太夸张了吧？太夸张了。白担心是怎样？大家晚安。谢谢恩的星座浪宝。2021年朝组最后一场公演，耶、yeah! ，很开心，有幸事啊！才哭掉两包，太少了，嗨，太少了，哎、欸，包子志宏说太少了。公演心得，杨雄二剑，你们都二剑。日文配音的，什么什么日文配音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谢谢老三的掌声鼓励。我不知道，有可能。Hello， 皆さん晚安です。直播我直播吗？好啊。他等下会生气，我告诉你们。不行，你不能拆，你不可以拆掉。钉过的锅。你从隔壁桌过来了。Hello， 大家。哎、欸、嗨李晨，嗨嗨嗨幻影战士，哎嗨幻影战士，哎、欸、怎么都是重一样的人。 Hello 大家，
Hello, hello， 怎么都是一样。Hello， 志宏。Hello， 大家，不要再这样子乱跑。大家要不要选定一边啊？要不要？嗨，嗨，新鲜柠檬，嗨，苦姜。我中午要多懒，一次付两台，那是折哦，对不起，不要折啦，不是很像哈，很像，嗯，跑回来了，对不起，跑回去了，哎，我回不去，离开，嗨，我离开了，すみません，哼，有没有求婚者？还有，或者很多人，也很，Hello，Hello，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们上面人太多了，有人。应该是不用 ，OK。三部影集是同时进行，不用按照顺序看 ，OK。我是可加打呗。当爱佛列克真的会计师那部比较好看。回来了，因为我那时我其实不知道之前那时候我没有看过之前的蝙蝠侠，所以我不知道就没有比较没有觉得不差伤害，不过我觉得还好啊，我就觉得就是算你一笔画，还行。你就是十，然后之后才跟妈妈叫我重看，就是之前的蝙蝠侠，觉得好好看了。不可以，就是小丑那集超好看的，然后可是忘记 我是不是没有看猫女啊？因为猫女好像她说还好。Hello， 谢谢新鲜柠檬的 Pocket。Hello，Derek， 大美的来 ，Hello， 晚安。什么意思？舒华那只哈六 ，Hello。皮恩不行，一样的人不好吗？好多人，三眼，折拆分不清楚。B C 暂时不要，不重要。小三眼，大家晚安。你在这边改名，他都认到你。哎，你的头像没有换的 ID 也就长这样 ，ID 换不了哈。等级呀、啊，那个勾勾的颜色啊，差不多啦。为什么？戴一涵跳错啊！我只是那一个地方而已。蛮期待新版的蝙蝠侠，还有在更新版是不是？到底要几版？狼人演的，狼人演的，你是说《暮光之城》狼人吗？哪些不算爆嘞？重要剧情就是预告片有讲到的都可以。啊哈！在这边是鸿沟哦，那你的头像是长这样啊？你的 ID 他认得你的 ID 吧？四四一，对，啊，我很好笑，眼神晃动，哦，白丑，你说打眼，你是说那个吗？什么？还有什么？我知道，肯定会有人发现那个地方超明显的。不对啊，他爱德华是叔叔一直抱怨罗伯特啊，我是他学长，没看完过。哎，我竟然看完了，他想看，然后思雨还是谁就一起看。大家只有想要看我的人，就不要去抢音组的票了，拜托，他们有他们的粉丝啊，不要这样子搞，他刚刚没点，不然就认真给我看。突然，我这样子直接看也看得到啊，他改版之后就看得到头贴了。你很晚。就是人类草主心在，我其实看不太，反正就是两个齐刘海的人主哦，心在那个主人类草，韩寒跟紫萱都在草，英子梅啊，真的哦，我不知道，他又知你在聊我，不我聊你吗？哈，哎、欸，我每次都没有讲，因为我是 Uni Bakula， 大家好，我刚去测，就是镜子看一下，哎、欸，我的口红炸红了，就是很像这个这种原子笔的颜色这样子，然后也印在你的，差不多啊，超可怕红，现场看会很恐怖的那种。他刚刚怎样？四二九零四四一，叔叔对鹰嘴的心结。嗯，现在讲什么都是没笑死。这位很晚好吧？你是说刚刚三部影集还是计程车？很久以前电影就没差了吧？谁在旁边当爸爸？超级明显，英祖也是坐同一个位置，在。
很久以前电影讲了，就不算了吗？你是说跳错名字？像现在复仇者联盟四之前最凶的吵最凶的那个复仇者联盟最后一集，现在也可以狂爆猛爆啦。哈，我真的觉得好希望不要被爆雷，我是被爆雷就 OK， 被爆雷这样，但也不会到太生气。而且我怎么就觉得，如果我没有被爆雷去看，一定会超级震惊，可能还会哭的那种。没有，我不会说。像是真的谁死掉啊这样。这个会被挤啦，反正。一定要重看逃避版。对啊。你这样推荐我重看的东西太多了啦，我要先筛选一下。轻重缓急，那要怎么办？要知道一下。V 是啥 ？V 是法文的是 connect， 应该是 V 吧？我不知道，英准，我一直都在第二排。哦，我铁达尼号最后传承了，好，我们接受。晚安。我们接受这个暴雷。V， 我的前两个月，就是阿潘回来之后，我就逃避，听起来什么躲避之类的，我就去第二排，不是回答，我就去第二排。对漫威宇宙有兴趣的，对，就是阿潘回来，我就去第二排，因为你们知道刚刚提到一点，我知道，但我就会看就是先后顺序，然后制服不是第一首歌嘛，然后就蛮急的，然后我又没有，我后面又没有东西，所以我就可以。比多比帅多了好吗？当然，是因为是投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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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第三排投比。你去讲你的。那我去第三排就是会有点奇怪。自己在看，只能说看的时候观众一直在哇。没有，我上次去第二排了。英子 NC 我是不是都不熟？对。思雨好像就很喜欢那个。没有，因为这个新的我 Tom Holland 是吗？就是他们的 MC 会。Holland，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对啊，哈利波特要出续集啊，心情真好，很酷哎、欸！天哪，他们都长大了，而且我想说我在那边太有啦，我还是有大概知道一些，还是会有对过一些冲两次梦幻星座，就大概知道哦，他是什么，他是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你自己也一直在挖，这样哪部分的挖？是画面很帅吗？还是就是谁好的地方，我就会经费在燃烧，还是怎样怎样？因为他们也是他们对嘛，然后我也要对我自己风铃超大，所以没有没有，你一定是撞到脑袋。我上一次就在第二排了，我上一次就第二排了。提到关键字，马上精神。什么关键字？而且在猜明年雷神搞不好会有这些，搞不好也会跟这些有影响。你是说蜘蛛人的剧情吗？他们讲 MV 的，我觉得很好。雷神说，我倒是很期待。什么意思？哪一部分？那应该会选择。还好吧，我知道。等他下架之后再去看。我看起来很问号，是不是？好好笑，如果真的很重要的话，但是我没有很好。漫威宇宙真的的确啊，就是他的独立电影啊，还有什么那些都有一些相关，所以我也只举了一次，好吧？像你说那个 always connect 一样，好了啦，有包子，所以都是有一些相关的，所以想说，啊、虽然不喜欢蜘蛛人，但是还是可以看一下啦。对，他们喜欢什么什么傻眼。他喜欢那个蜘蛛人啊，那个新的这个蜘蛛人。他最后一排说 Unibail， 傻眼，反正是傻眼。对，对漫威就真的还好，蜘蛛人会想看，真的就是不行，就情怀而已。没有，但是那个因为那个太多人讲话，就是还好，没关系，还好，就去看 ，OK， 去看吧。晚安，好可爱。既然全推成这个样子。明年我手会已经决定播那么多了 ，OK 啊？下去。拿去钱就是拿来做开心的事情。买雷神说的服装。你的特工服要更新是不是？谁？李承恩。你的特工服要。嗨的呀。你要 cos 啊！你要 cos 雷神看雷神说了。那时候在讲什么？雷神说了，你可以参考那个低成本 cosplay。那时候在讲，你可以看看他有没有小晴怎么了？小晴他有没有出雷神书了？你可以参考一下。没有人，他不是胸甲，就是他的盔甲很多很多圆形的。
铁片嘛，就是铁片之类，你可以拿那个。就是那时候在说不可能有铁吧。铁碗。那时候在说。之类的。口残是大家听我说。你家里已经有一比一的雷神之锤，你是哪里买的？是。然后。很粗哦。然后他都会叫，就是。我已经失去了买周边的欲望了。前阵子很迷哈利波特，可是也不会想要去买什么周边，就觉得哦好贵哦，为什么一条围巾300块，然后这可以卖800块之类的。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你决定那套12000你要买？就是我想说，我看过很棒，有目标，就是找别人。12000，我要说大家听我说。我好希望现在手边12000哦。可爱，好。拿锡箔纸贴贴，对啊。对，经济实惠。没有错，而且还可以这样，可能你贴完之后还可以拿去烤肉之类的。你真的是很有钱呢，你们的钱怎么赚的？哈喽天豪，我很想知道钱到底是哪里来的。大风刮来的。全金属大概6公斤，所以你真的是全金属是不是？还是它是那种涂料涂上去的？木头做，木头也很贵耶，木头。谢谢 Sky 塑胶最便宜的，塑胶最轻便的东西，你要感谢，就要做到最好了，就真的可以拿来上战场，是不是？可以拿来刀枪不入，被刀砍到锵这样子，刀还会钝掉，那种的，是不是？谢谢刘建古送枫叶，怎么样？等一下，你们对于我去英组的第二排 NC 全金属超重，可以拿那个运动没问题，会喷汗，你会变，你就可以变成雷神说的真心，你可以从更有印象是不是？那个复仇者联盟三雷神说的造型变成复仇者联盟一雷神说的体型的造型，体型的部分吃了一点点。哦，等一下是 OK OK 自己啊，忘记了。虽然不能看光眼，但还是能看到三倍速度。哪有三倍速度？就是有一个很胖的书，我忘记是第几集了。还没吧？他冰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冷冻库。你就中了，很棒，有钱就是要拿来这样花。不要啦，只要拿哑铃就好啦。哑铃。灯都开了，结果人家。不过啊，你要平均分布在你的全身，你不会只有手有严重的负重。第二排、第三排可以玩正常。你这样你就会练到这，但是可能核心就还好。我在操作第三排，为什么你没有来？是吗？我真的手脚都是在动啊，走路啊，赶课啊，或是跳舞啊，但是我肚子没有在用力，发现了这件事情，我肚子超软烂的，我就这样子，这个区方形的躯干以外，都很细，没有在看，然后这一块连背都很软烂，天哪！哈利波特周边真的很贵，不过当时看到纽特法杖会亮，还是忍不住。纽特的魔杖什么倒是不知道，没有去查。会亮，都前面会这样。我直接当观众，我还在想说，我应该要退去旁边。我在想，我希望他那时候又可以给我做测验，然后就跟我讲说我适合什么魔杖。没去吗？就是会挑，应该会吧，他会挑选人吧。不可能到6点。我自己选的话就觉得好。就我选不出来，我喜欢测验，我喜欢找到我最属于我的魔杖。我们已经拖到时间了，其实是密码前，不然其实还有。我插满手电筒，那也太亮了。我们还有，那也是厉害，要塞电池。你们可以去他直播听他说。环球会帮你选。需要手机上子吗？没有，我现在用电脑。是一个。举主一月公园没事呀，不能。它是一个限定的东西吗？还是一直都有？想好想疫情快结束，然后去哈利波特。可以，我可以不用。但也不会没有。我可以不用买东西，就是买一些小东西，不用买到很贵那种。难怪你没。我不知道什么很贵，就是会我会看一下价格。看到红灯了，就是被赶啊！我们已经。就想说我自己我买一只魔杖回来，然后呢就放在那边呢，不用啊。所以我想说，里面最实用的是围巾，可围巾也好贵哦、喔。还有大学梯，大学梯很棒，如果有大学梯的话。可以用太阳能，太阳能板很重，超级重，你要放一道太阳能板，然后还要挥那根东西，这太好笑了。太重了吧？把魔杖当哑铃是不是？你看，草主公也没七七，外面的。
坏哦，坏哦，坏哦，坏哦！限定的，当时是魔法师15周年。哈？所以讲魔法师15周年，因为草主没娶到这位大人，还有柏林，但草主没娶。有限定什么？还有限定魔杖会发光，还是魔杖比较便宜，还是魔杖会帮你选？会选人？比较喜欢甘道夫那个，有点大人，就是制作成本应该不太一样哈。控制我们这些小孩。我刚讲到我们还有，我不知道，我现在讲哈利波特，刚才讲的漫威，你定制了那个所有东西，所有盔甲，所有有头盔吗？他是不是有头盔啊？只是他不常戴。OK 吧？这有一个，还有一个嘴，这有翅膀的头盔，还是我记错了？大家截图，等你有钱笑死。超度可是 A B 嘴。对啊，你们还有那个什么？但是控制得住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要去买八八八八哎。我们就是年长的人。看你们啦。我们还算。狂战版魔法师，谁？你说谁？狂战版魔法师。可以这样子。还没选，没选头盔版本，他有分造头盔造型是不是？哈，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论衣服的话，我觉得我喜欢，我想一下。不会是美国队长，美国队长的头套好像打水球的，我想一下，汪达吧，就是一些就是好看的衣服，你是跟我同年，是好可怕，没有盔甲，我对盔甲没有大爱，所以尬，就洛基的也不错看，哈，洛基的头盔很丑，控制得住，一开始觉得很丑，后来看好顺眼一些。什么分界线？你也跟蔡友讲说你要买苏尔福，所以是买定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刚跟你一起说什么意思吗？哦，太痛了啦！你打我眼镜，哈喽！我也要啊！你不可以看我只有一只手机，这样子给我打一下 ，please， 一下就好。这不是额头。我不管你打了，绝不腐烂。就讲话就很行，太爱的 QM， 太多人喜欢直播，在直播胡乱，你不想当直播胡乱的，是不是？会有一间屋子，一堆法杖，一个神经质人带着我挑一只法杖。大人的分界线。那还真是哦，我想当，我想当个神经质的人哦，就是会讲话，我随便讲，可能他不是随便讲，我可能冒犯他，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随便讲，然后。然后说啊，那你就是跟着帮你们决定命运，就跟那个抽选生日会一样，好有趣哦！我感受到这个乐趣了。你不管抽到哪一根，都是你的问题。对啊，我只能用嘴。都让你相信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但其实我在胡乱，感觉好好玩啊！玩家，你要说到做到，好啊，很棒啊！罗瑞婷也还行啊，罗瑞婷不是有主 key 过吗？就是可能 MC 第三排的时候，之前。重点是每个法杖都长不一样，我知道啊，那不是有很多种吗？就是杖心，然后长度、柔软度，哦，就是设定杖心长度、柔软度，然后木材的使用方式，还有木材的那个叫什么？跟二十二，不是跟品种不同树种，什么山？像我是山毛，我是推荐出来是山毛榉，觉得不行。刚好我家后院有一棵唯一一棵树叫做山毛榉，太酷了，我要把它砍掉，然后。龙的心弦，外加还是凤凤凰毛，对，我们还有话痨李佳上身家，我之前有测验啊，就是官他们的官网有测验可以测，然后就测出来这个，没有，因为测验做的超有质感，超好看的，还可以测你的那个守护灵，人家守护灵吗？哦，真的，我不知道，人家第一次嘛，然后总是会进步的，还有学院，需要我测出来那时候可能心地比较善良，我那时候测出来是会护法符，可是我之后测出来就是史莱哲林，天哪，护法，对啊，护法，还有做魔杖了吗？首先我们要牺牲一颗三毛榉，或是我去摘一根它的树枝，树枝差不多就这样啊，差不多就是魔杖的大小，啊，不要看光了。他的魔杖，那那个题目说那个魔杖法杖都不一样，是就是同一个品，同一个，同一个品种，同一种类的魔杖，它每一根都长不一样。应该只会剩钢铁奈奈前辈，我也是这样想的。
还是算了。Aspecto Patronum。那瑞婷呢？瑞婷可以吧？我一个亚洲人，他给我一支筷子换，也是 OK。我看你们等一下。哎，筷子其实木筷子其实看起来就是还蛮像魔杖的，也有一定有魔杖长得像直直的木筷子。哎，这样子很精致，像不一样很。我不行啊，我控制肉肉的。桃木剑什么？桃木剑听起来很耳熟，听起来又是什么武侠东西？电子主题很难想象。梦想充电器。前面就哪一个？是不是只有一个？对，对不起。倒刺哦，哦，很难倒刺哦。对，给你。快，好饿哦。救命啊、喔！我开始饿了，我肚子在尖叫了。你要吃什么？印尼炒泡面了。印尼对。桃木剑是阿妈在用的，虾米？道士做我用的，阿妈在用的，到底？有，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把阿妈卖掉。等一下，可爱，好可爱哦、喔，这只。添加贴图，不知道可以干嘛，先添加，好可爱、喔。我也都添加，这是公益马拉松的衣服哦、喔，虽然不是我的。阿嬷瑞麟，阿嬷什么动作也太多，我要等一下，先吃点东西。等一下，那你们想象一下高圆觉的语气，高圆觉大概就是不讲话。我去，聪明吗？想象一下高圆觉的主题，好不好？这个好大包、喔，就是有点浪费啊。这感觉可以在一个，这感觉可以在一个很 chill 的、很 chill 的夜晚吃。安排。哈，高圆觉，现在吃的会不会太浪费？会。我觉得那个要追剧的时候吃，对，我刚讲过。啊、oh, ，对不起。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很去了追剧的时候吃。对不起。还要我要吃什么？脸珠腐就是。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样子、這個。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很可爱。这个这是什么口味？就是那个起司饼干、啊。甜的。咸的。不行，我现在不想吃起司的味道。我肚子在尖叫，我的天哪！但你没发现，我可能要吃两包面哦！救命啊！安静15分钟，都在找主题在哪。我要吃炒泡面，但是是不是英主？英主好难，我真难。对，在看电影的时候吃，这、啊、是我跟同学坑来的。就是之前主题是、那個、天堂一直都是满的、啊。我还没有。之前没有这包，主要比较零散一点。这是面，看过这个不算零食，这是面食类，他们的算主食的一种。当初我把一包米放在这里的感觉，这才是零食，这是我从同学那边看来的，超好笑。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我超过分。反正前几天去开同学系上的柜子，就是他带我去开，里面要拿东西，他说：“哎，张哥把雪包零食啊。”然后他后面，因为他第一包放这个，然后他两排两列零食这样子，这包就是放这个东西，然后这也是洋芋片，洋芋片就很便宜啊，然后就很常吃到，因为不想吃洋芋片，我就拿了这包很贵的东西，救命！对，末日储备箱没有错。猪猪小会起哄。刚刚觉得会胖，那也是他要吃掉啊。就是我吃掉的话，哈。怎么样？怎么了？啊，张法老师不担心啊，刚刚觉得会胖。对啊。嗯。这个没有问题吧？仙剑六电视剧明年3月开拍。这么有人发现仙剑哦？什么？这是什么？听起来像游戏名称。我会知道，我不会。数位修复版大家要看吗？哎，那评价还两极，像我爸就很不喜欢。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我没看完呢、欸。那时候胖，个人觉得不等于胖，好不好？个人觉得今天蛮胖的。直播锁松掉了。会不会太高？哦，你在调。交换了圣诞节礼物，呀，但是那有。搞一下，我像高人一样。我是天秤座，才没有天秤座很会圆场这种事情。哦、谢谢。千剑奇侠传哦。对他任命的。我看不到哎、欸。谁呀、啊？嗯，我知道《千剑奇侠传》，听过，但没玩过。我最早接触到的就是除了红白机以外的游戏，因为爸爸有载那个红白模拟器，然后载玩了很多。小时候童年是玩红白游戏，然后他玩天堂。所以我们有看过。然后我是我自己玩的第一个游戏，就是有记录存档的那种游戏，就是赛号。
都很会组成，我们这个功力拿到也欣赏吧。仙剑除了一二有涉略，后面就没看了。就是有些老师们，就是老师们都很喜欢讲，突然讲一些武侠，或是一些现在年轻人基本上不会知道的东西。然后就说哈，你们怎么没看过什么什么什么？你们怎么没看过周星驰？你们怎么没有看过仙剑？你们怎么没有听过《仙剑奇侠传》？那就很受不了这样，所以他们讲我都去 Google， 就很不受不了，说你们怎么都不知道什么什么？然后 Google 完就说好，我现在知道了啦，那种感觉。我可以提问吗？干嘛？我们组是不是都蛮会吐槽的 MC 的部分？是吧？对啊，所以我就会插不进啊。怎么样？就是他们说我可以把那直播吐槽他们的功力拿到 MC 上，但是我觉得我插不进。你没办法，你的吐槽没有办法让人家插话。对啊。你吐完槽然后就尴尬。对啊。没有办法，谢谢大家。哎，周星驰现在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哎，就是看，就是不知道我室友，就是我描述以前，但描述我室友，他很喜欢玩《第五人格》，然后看一些陆剧，然后一些 BB 的东西。这些纸钞我有啊。然后韩星韩剧，但是他就是他完全不知道《鹿鼎记》，也完全不知道漫威，也不知道现在些迷因都不知道。我可以装傻。哇，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流行，是这么快就消失的东西吗？啊、的感觉。我们怎么没有很快读吗？他们在开检讨大会吗？我不知道哎、欸。现在在干嘛？在讲我们组如果没有七七的话，谁可以讲 MC？ 王一佳。对啊。不是，你就看，你就看 MC。所有人。OK 啊，你就看。就是看所有人的。MC 可能性不是，你就看 MC 3 MC 4没有七七那组进行的怎么样就好了。但是肯定会有个王一佳，就是如果没有七七也没有王一佳的话，刘慧婷吧，刘慧婷就很稳定，对，不会讲太久或者怎么样的，对，点到点，讲的像我不是年轻人一样，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不是。现在固定上还可以读，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我还好哎、欸，我没有到现在年轻人的感觉，现在你就那种时下年轻人普遍的状况，感觉不适用于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读完就卡住，我们就可能我在比起我下一届就直接插了一个超级大的代沟那种感觉，感觉下一届基本上没有人看过周星驰，然后我这届可能一半看过周星驰，但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说怎么会差距差那么快？对。我老灵魂给你对，二型的老人家，这次是，对我老灵魂，这次是肉肉，嗯，感觉嗡嗡 OK， 是葛安嗡嗡 OK， 不止哎、欸，还有其他也是，不止我室友，这是举例一个典型的状况，他们就在有一群同学，大概是像这样子的回应的。补习班老师现在周星驰的台词不是都很什么？但老师，你说就时不时讲一句这样拍戏，是有啊，有这个状况啊。觉得这次炒的 MC 都还不错，但 MC 是不担心啊，谁有第一次就不会太尬。有谁第一次就很强了？对啊，那么练的嘛。不是啊，你想想看，七七比我们多活了五年呢、欸，他有多五年的机会可以讲话哎、欸。那如果我们再多活五年，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一样会讲话？不一定哦。你不说你是异类，你有没有在讲话的？什么意思？你讲的话也不是七七那种的、啊，哦，搞不好我之后就不一样啦。嗯，不会，你不会，就每个人都每一个都去 try， 缺一个继续下去的装傻，什么意思？装傻的人可能是女生的关系吧，男生可能就跟啊，崩溃时空。尴尬不是也有就好了、欸、对，普遍来说班上看过周星驰的男生比较多，女生偏少，我朋友基本上没看过。他、啊、会跟我就是会讲到周星驰的梗，他是一个补习班老师，他老师他去兼职同学，超酷，我同学去当补习班的老师，然后你看我这里一排的不会耶，好难过。干嘛？不，我们的再多活五年不会跟他一样，随便你们。好难过，可恶。然后，都互相笑死。然后就讲到哪里？哦，对啊，他就是会，就是那种时不时会讲出一些什么孔子曾经说过，和《鹿鼎记》还是什么那个人生有什么食神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周星驰每部都看过，然后很会讲台词那种东西。然后小妹好强哦！
他不是那种一板一眼的人，完全不是，只是他就是也是个老灵魂，喜欢那些东西，喜欢中文，喜欢国文这样子。然后他就是比较适合自己说话，很典型会看周星驰那边的人。然后极端那边的另一个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我室友，蛮多人也没有蛮多人。你室友然后就说吗？不是，我大学室友。然后就会说，他就会说你怎么没有看过周星驰？你看过什么？那你听过《少林足球》吗？之类的。他说没有啊，那什么就没有，没听过啊，就这样子。你怎么会没有听过这样子？对话就是每次都是这样子。适合自己说话吧，就是你们早就把赌神跟周星驰的电影台词背到超熟了。的话就会，就是我就算没有听过看过《少林足球》，我舅舅听我妈说，我舅也是常常讲什么唱那个《少林足球》这首歌，一直唱，就时不时就会听到他讲一句。我觉得一堆人聊天就会很失控啊，什么、就是一个很失控的少林功夫好耶的粤语。完全不会粤语，好耶！这时候心里真的会受挫，原来这个自己时代已经被抛弃。对，然后还会跟我说：“好，那是什么？那种很鄙视那种感，那种眼神，就觉得说，老东西谁要看啊？”还是因为我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受伤哎。对，对，就是你们打的这句话有声音啊，这句话就是大家不常全部人一起聊天，所以才会这样子。而且明明我不是正就是活在正值周星驰最红的那个年纪，我也是会觉得有一种说啊，你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东西？现在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大长今，大长今我应该也只是耳闻过一些东西，但是铁金刚手是铁头功，笑死，有声音还是那种很走的那种声音，超好笑。话题共鸣度，话题主题，聊天的主题。你看过周星驰吗？我看过啊。哪些？我忘记了，都是超小的时候看的，谁会记得？我记得。为什么？你看很多次。就不是这么提的。小妹可以天然的到这种地步，真的很可爱。还有什么？九品芝麻官、卧龙闯天关，我也不是全部看过，好像没有看过。对，我们超常这样子。汤波虎点秋香。就是那时候也是妈妈挑给我们看，就是我们不是电视，我们家没有电视，没有那种转播，一直转到就开始看的那种机会，所以就是他给我看什么，他没给看，他没有给我看什么，我就不会知道。正在表演，正在赌圣有，赌侠也有，就是赌侠嘛，还是赌谁忘了？意识，所以大家都很对。变形金刚没有，很保守。我看过，我没有很多，我不知道哎，就是会比较常来拿来一直拿来讲。对一些经典画面的，就是我跳进来跳出去那种，哎，我掉了捡起来那样子。那肯定是啊，但是我们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爸不是一家子？为什么我长那么帅就要掉头发？我们真的太不常破坏之王大师兄聊天，培养感情，很混乱，很多步一直在脑中里面跑来跑去，讲话接不上的地方，因为我们。基本上不行，我要吃雪冰。虽然说他们很好吃，但是我要吃。生活，我一直被隔壁带着，就是我们基本上生活的模式就不一样了，讲话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对。在座各位都是垃圾，对。那一次开心话题会比延续话题更难。哎呀，公子喝上去。粒粒分明，没有错。对啊，我们超不同的啊，我们就是自己活自己的啊，说真的，就很酷哎、欸，就是没事啊，你继续，就是有些台词就是他就是这样子存，这个台词存在，然后就是变成迷因，然后一直讲，大家都会讲，大家都记得这一段，就像是《少林足球》那首歌，或是一些经典台词，就很酷啊。每个人的回忆就是会想到这句话，然后会拿出来讲，然后。想到这句话就想到整部电影，然后每个人都这样，是个普遍流行的东西。老迷因，对，老迷因。顺松声道吧。讲后台的事情。不知道啊。
我就在听讲话好不好？练习室也没啥聊天，就很少啊，就也是大家、啊。你们听起来有终身到吗？就是我们就是朋友跟朋友。那我们要跟进他们的话题吗？可以啊。就是你讲什么？就是在讲我们组有人说我们是不是练习也不常聊天吗？会啊，为什么会有看？但就是很少。然后我觉得就是。就是我们还是有自己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就基本上都会去找我的朋友，我啦。就像你们上学的时候，大家都会聊天啊。对啊。但是你还是会跟你的朋友聚在一起啊。对啊，就是好的人还是会跟好的人。那种感觉。就是、不会到全部人一起大聊这样子。有时候会啦，就是做就练习的现场，偶尔有人讲什么，就是跨这个圈圈，也没有到圈圈，就是跨这些小圈圈小圈圈，然后就开始一起讲话。练习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沟通，毕竟是工作嘛。然后在沙发区，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就可能林杰儿在看他家的猫，然后我就跑去看啊之类的。这个大家都会，对，大家都跑去看他家的猫啊，好可爱、啊。之类就是有一些动机，不会没有，就是一没有原因，为什么没有动机就去找大家讲话那种感觉。对，都可以被拆。大概是那种感觉啊。都可以被拆排扣了，被拆排扣真的是莫名其妙，是好不好？他们根本就是看到的东西可以拆一拆。这句话也转换了很多遍，留到现在。他有那么什么？这是什么？这部分我没有 get 到，糟了哈。可是你没看，没办法跟进，这样会更尴尬，好吧？他们现在在讲，有听到的吧？各自回家。他们是没有参加热舞社吗？安静，就是一样的状况啊。追星后你找到同兴趣了？但是你说追星吗？很棒、啊，食神台词哦，我没有粉丝，食神我看过、啊，粉丝跟粉丝一起追星，好吧，可能我没有的事情，我觉得我最近周遭的人可能没有一直讲这些，我爸妈也没有一直讲说，哎、欸，这经典这样子，就是其实因为我好像没有 get 到这个自己的撒尿牛丸自己的推，然后就会找到身边，对，这个真的很常，这个有听过，也有在追星的人就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说，你讲排扣的话，其实例子他们都可以接。等一下，等一下。只能说我们热舞社练舞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非常每个人非常麻吉呀、啊。你承认你是热舞社啊、哦？等一下，这个我比较震惊。这个我比较震惊哎。因为他握手会的时候跳一个。李晨跳。他就不会来握你。不行。爱人消魂饭药，我知道，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不，跟阿绿一起唱，你就是等一下油包子。他说他讲过他跳高中跳 Lucky， 哦是吗？那你会跳鲁姆拉起来，你会跳鲁姆鲁姆鲁姆？你也怎么样？你也怎么样？林总怎么样？我刚刚很淡定的就讲过去说。就前面你说他们是没参加过热舞社吗？想说你参加过吗？然后就想说你们热舞社练舞好，那就是你参加过，我就接受这个设定。你参加过？他还没有接受这个设定。我还没有接受。Hello， 哈里，孔曼蛙。这我上热舞社太不公平。那什么？林果也是。哇，林果跳法病 ！Oh my god， 好酷啊你们！哇，我不知道的你们还有很多，好酷啊！不，你们去翻跳啊 ，Lumen， 跑屁 Lumen， 跑屁有办法 Lumen 吗？我不知道，尤其是不知道，没有办法。跑屁是什么感觉？顿点，就是那个棒棒棒。我看起来差不多，Hip Hop 也差不多啊。我看不出，真的看不出来，就是、我眼瞎啦。我不知道哎、欸。是排一排一排一排。我刚刚说跟哈鲁说我在吃这个，然后他说雪饼好，雪饼好，好可爱。雪饼好，什么意思 ？OTK 48超好笑 ，Otaku 48，Otaku， 我接受，我支持。好拼就好像虽然不能按赞，但是我表示支持，非常支持。超那超极限不一样了吧？那你们 center Lumo center 是谁 ？Lumo center 是李承恩啊，他直接打 king 了，好不好？毕竟是打 king 的。对啊，有人说 popping 就像肌肉抽筋，好痛哦，听起来。
等一下，红包，紫茶叶，这些是洛璃送了红包。是哦，机器人是。我眼角余光瞄到了。他空包题耶。为什么要？不然你们拿那个荧光棒跳荧光棒跳路嘛？不知道是有没有办法，但是可以试试看。可以吧？感觉。改成手，把脚改成手。倒立。好累哦，算了，对不起。耶，去看错，看好你哦！谢谢红包，谢谢洛璃的红包。付我钱就回去练，什么意思？可爱哦。才能说付他钱，他就回去练。我要能付你钱？不可能。我他哭是什么意思？宅。宅。就这样。嗯。我不要。宅宅们。Yeah, 有机会我就跳啊！有战斗哥的口有机会的话，战斗哥，救命！前几天好像看过一次，你居然不杀我！我等一下下播我就去煮正餐了。我也想吃。好可爱呀、啊！这是什么东西？企鹅啊！好奇怪、哦，为什么它不会动啊？它不会动，那可能是图片呢、啊。哦，它是图片是不是？它是。然后到。他在打什么？小企鹅啊！小燕，不是绝，对御宅奥塔库，奥塔库御宅，家里蹲着什么？嗯，他说那你奥塔库，哦，手抖的那你奥塔库，是要喵喵哥哥搞哈？对，说他在那唱歌。BMI48 跟 OTK48 是兄弟团吗？BMI48 好好笑，你不会日文？超好笑。家里蹲是尼特，尼特，尼特族，尼特，尼特，好酷哦，好可爱，为什么会有这个？你们去赖宅的是不是？伊国莫莉，伊国莫莉。ごもりです。什么？尼特跟ひこもり是同一个东西吗？请问大家。是吧？尼特不出门。Need。Need。Nude。是臭仔，应该反过来，今天他们说臭死仔，救命哦！等一下。究竟为什么宅宅这个在大众的眼光里面看起来这么的不友善呢？嗯，不知道。蕾蕾，阿廖，阿廖笑什么笑？好凶哦，对不起。凶什么凶？尼特是没工作，也不是学生的人，不是尼特，我是ひきこもり。没工作，算是吗？没有，现在就在工作啦。对啊，我现在在上班。大家越来越接受宅宅，就是有些新闻爆出来，然后说就是会特别，比如说这个人做了这个事情，跟一个宅宅做了一件事情，那宅宅就会被刻画比较严重那种感觉。他就说啊，然后有人就会说啊，就因为是宅宅啊，因为怎样怎样的、啊，然后用语再难听一点啊，这样子，听懂吗？因为之前的随机，哦，我忘记怎么讲了。哦，是这样是不是？好可爱哟！只要仔仔一群，只要仔仔都是一群彭于晏就会改观，但是仔仔不会是彭于晏啊！等一下，夜店舞池放宅歌，舞池变除油槽，什么意思？哎，太坏了！在宅手背圆个鬼，什么东西？哦，十一号，11号，看到我公演，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用宅宅称呼人就有点归类，就彭于晏的脸跟身材，但他是宅。对，那他们看到的宅宅只会有那种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那种世俗眼光，只要宅这个字就直接那个想到那个刻板印象宅宅。最近 TP 最可爱的宠物一定是小，因为那种只是看起来还比较少见。哪有，名字是探吉，我是探吉推。嗯，看鬼灭跟航海王算不算宅？我不知道，就宅有一种气氛，就是都是宅，应该都是吧。就是看动漫的应该都是宅宅，他们的范围比较广。宅宅等等，我们看到，等一下，不出粉怎么？就是宠物只推海涵，等一下。怎么讲，宅宅也不是只说当就是待在家的问题，就是喜欢看动漫的人，他们就直接讲，就是我是宅宅。嗯。七洽万年问题什么意思？我发现我是小黑推嘛，但小黑不算是我的宠物啊，小黑是阿公的宠物，小黑是自由的孩子。如果探吉不是黑猫，宅宅相亲，嗯，可能不会。还有，我就喜欢黑猫，黑猫好可爱。你们突然怎么变得那么安静啊？对，很安静。小黑不算是我的，我是阿公宠，对，我是阿公宠。等一下我吗？旁边玻璃仔，旁边是我室友叫高云爵，所以已经推了两个云爵了。谢谢博成的，他是高云爵。什么？宅宅 ，Hive， 宅，不是宅。大家都是有在看动漫，干嘛分那么细？对啊，对啊，怎么了吗？对啊。新闻话本来就容易被贴标签，毕竟新闻舆论不贴个标签不耸动。你是大苹果，可是韩喜欢韩国文化就不会被贴标签了。你是大苹果，真的嘞？养猫什么游戏？不知道。你是我的大呀大苹果。台湾对哈日的人不友善哦。对。嗯。那你就买，就是觉得台湾吗？我不知道啊，日本就是日本啊。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啊，奇怪的人这样子。然后那种追星的人就很主流。嗯。啊，你也追那个吗？真的，我也觉得那个。我也是啊，怎么那么帅？没有，瞎我们是啊，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啊。不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追星啊，是我们就是大家看我们也是怎么这么可爱啊，什么之类的。不会啊，就是偶像。日系偶像应该会被同学笑，会先被同学笑完，就是跳这个这样子，然后开始模仿，哎，大概大，大概大这样子，就是也没有全部啦。不过他们都是支持我的，他们肯定都是支持的，都不友善吧？还好吧。Netflix 动漫就在韩国就朝日本就宅，然后宅就直接就是。想说啊，就日本的，他们就觉得喜欢日本就很变态，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时代走向。等一下，时代的主流走向。那么可爱，所以一边会叫迷弟虾妹，一边叫臭仔。Okay, 啊，迷弟虾妹还好，迷弟虾妹都会啊，两边都会啊。Happy Lotte。女生就会被叫虾妹啊，就是喜欢动漫的，或喜欢日本的。然后就是像我们班有一个喜欢日本，就是你是喜欢乃木坂的，然后就会有一种引来侧目感觉，说那个、哦、你说那个、哦、你说那个人哦，那个那种感觉就很无情啊。嗯，应该不叫虾妹，是迷妹。我觉得虾妹会比较多、哦。说真的，下面比较多。什么东西？就是像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每天都穿的像 cosplay 一样来上学的人，然后如果就会有人听到说“我瞎”，这样是那种感觉。你说 cosplay 的人，嗯，为什么瞎？不知道，他们在瞎吧。哦，下面有很多个班，很多种下面啊。哦，是吗？不是啊，他什么意思？有这种讲法，我以为下面就是那种小屁孩。哦，那种算瞎、啊，反正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行为就很瞎。哦，隐私就讲是不可思议的行为，统称瞎。地雷女酿酿酿酿，
刷奶油版明明就很不像其他的日系的东西，不一样啊，就是大家我今天会拿着那种，我不知道啊，就其实跟喜欢什么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喜欢日本的就会容易被叫虾叫。就宅、啊，然后他们就说：“啊，就你们自己搞出来的形象，怪谁啊？就怪你们这些，怪那些人自己一直在讲。”对啊，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会对自己不好呢？对啊，但除非是有害的东西啊。比较多只国中女生。因为小朋友就是会做一些迷惑行为。我小时候也很瞎，我现在想起来，我小时候也是很瞎，就是会做一些我现在回去看会觉得很想把过去的回忆全部删掉的事情。可能好像就是必经过程嘛。美丽，你在怀疑？哈哈，好笑。不要这么拍。嗨，看走关。我说我其实都是这样子来，然后先检讨被害者，然后再来这样子，就觉得不爽。从康君那里回来的。其实我也快关播了，安安。嗨。It's okay。弟弟的呢？そう、曲の弟弟です。弟弟吧。谢谢提乌送了紫普的守护灵，谢。人生总是要几个黑历史才算完整的历史，是不是？要白历史跟黑历史。你要回来，你要回去，傻眼。还挺回来的啊！我又回去。傻眼。没关系，等一下你可以过去专心看他。我快下播了。下礼拜晚上是什么？25号吗？什么意思？礼拜三晚上，礼拜三你几号？他说下礼拜晚上表演几号？公演见，看得到啊，不是说全员了吗？回放的不用，谢谢，谢谢 YC 的一封信。公演见，好啊，公演见。对，视频。我先念排名。公举奖肯定都说全员了，想怎么样？送了土象星座。我要念榜了。第十名是勇哥，第九名是刘建谷，第八名是阿福，第七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六名是9696，第五名是 QK 男子，第四名是 DMJ， 第三名是庆，第二名是洛璃，第一名是提乌。大转，我们不是星期日，我不知道。11号第一次看公演超好看，赞啦！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哎、欸，其实赞啦。哎、欸，其实真的十一号公演，我觉得个人觉得我超紧张，状态超不好，我临时改一些位置。可是我在完全没有改位置的地方大跳了一个错。他们是已经领票了吗？谢伯承的。然后我意外的，就是蛮多人说，就是哎、欸，你那段虽然跳出，但是你反应的超好哎、欸，我瞳孔超级大地震，我还左右看了一下。那说真的，就是不要跳错最好啦。遇到这种突发状况，我觉得我已经还蛮厉害的，没有直接回头走下台。请大家期待，敬请期待的。因为都会希望自己不会跳错，不要跳错，所以做那些就是突发状况都不会有什么，对那些突发状况都不会有什么心理准备。但是突发状况就是不会给你一个准备就突然来，才叫突发状况。所以就是很，我其实不知道啦。实在是很这件事情，怕对我们有这件事情。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要表演。什么时候？下礼拜三啊。剧场啊。哦，怎么了吗？不是礼拜六。哦，圣诞节，我们的圣诞假期啊。啊。不是礼拜六吗？我不知道。25号礼拜六啊。我不知道。填我手续就满足了，傻眼。看哦，圣诞节不是还有什么？你说下班之后吗？下班之后就该睡觉了。不知道看不看？对。哇，4张会不会太多？感觉要带2个行动充才够。什么密码才？我大概知道什么？我知道我要去，好吗？有啊，他们不是有讲？我们直播有，我们12月抽选有奖。时间呢、欸？真的，好像晚上6点还是几点，忘记了。就看，就来看就好了。对啊，就是有啊，圣诞节有表演啊。我以为你说假期没了。桃园那场，不
不要，好，没关系啊。对，就是圣诞节那场，好像12月15号，对，12月15号晚上吧，6点还是几点？我忘记了。不就是兄妹行动团吗？啊，什么意思？对，我还知道抢便当，抢便当不能不啊！哎，我觉得我每次去就是 reset 的那一天的便当，那一餐的便当都最好吃的。嗯，这次是，哦，我不知道 Daisy 啦，但是。谢谢提屋送好多红玫瑰，谢提屋，谢谢提屋，谢我爱睡的枫叶。在10万伏特行充好了，可以用15天，那也是要有10万伏特哎、欸。然后如果丘比还有这个功能的话，我觉得跟丘比还好一点。为什么？好可怜呐、啊，被谁说？如果你是音乐圣诞节那个表演，一定要拍花絮。花絮，哇哈！会想到花絮有什么可以拍？练习，我不知道，这应该是就是全员像表演最盛大的一场了吧？目前来说，干嘛？哇哈？干嘛？不知道，有人叫我跟你说哇哈。哦好。对啊，难得有这个出外表演，真的是啊，变得很重要、欸，好可怕、啊！变得跳错了，跳错全世界都看到、欸，表演好可怕、啊！游览车上那种热量来源。还今天第二次听到公演第一天变得好吃、啊，那应该就是很多人都在素颜，我不知道啊。为什么要打字？他们忘了你。你就是反正两个礼拜后就知道结果了，有没有就是会知道，你们就会知道。第一好物应该会一定会有花絮啊！什么这么盛大的表演，怎么可能没有花絮？那个药是不是？好了，大家拜拜。大家可以去跟高圆圆直播，然后是好好休息。拜拜。不是，我是说热量来源。